多少年没涨价了？20年。啊，我去，人家银的。20年。20年。20年没涨价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我现在在健力的祝贺镇啊。今天我们去吃一个开了40年的早酒馆啊，就在这里啊，连店名都没有，啥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小棚子里吧。你看看，现在全是喝早酒的，走，我们去喝一下啊。叔，咱这里是喝早酒的地方是吧？哎，这都什么菜呀、啊？这是什么菜呀、啊？这素卤，素卤是吧？对，卤菜是不是？牛卤、荤卤都有。这里边是啥东西对？豆腐、清蒸、鸡蛋什么都有。哦，豆腐、清蒸、鸡蛋。哎，这边呢？这边下面。哎，哇，这些都是什么菜呀、啊？花生纹呢、啊？这是个卖完了。哎，这生意这么好啊？豆角、肉丝、哦、鳝鱼、泥鳅。哦，这是怎么卖的？10块钱一碗。10块钱一碗是吧？哎，哦，烧鱼块10块钱一碗。这是啥呢？这个？这是猪脚，这是牛杂，这牛杂是吧？哎，15块钱一碗，15块钱一碗啊！对对对，哦，早上很多人在这吃喝早酒啊！哎，2点多钟搞起，2点多钟就开始了。哎，哎呦，你开了多少年了？哎，42年，开了42年了。42年，我天！那你多大年纪啊？我2代人了，我的父亲都搞起，他父亲手里搞20年不搞起。哦哦，这个面条啊，哎，这面条，把你们的面条好像洗一下挺好的是吧？因为里面因为要洗，因为里面有试用碱，要把那个碱是放出来。哦，他们为什么喜欢喝早酒？因为我们都是拿师傅，都是做出劳力的事情，要做了以后吃饱以后再去出劳力做事，要体力了。哦。这是早上起来喝完酒再去干活。哎，这是因为要醉醒的。再一个，这个湖边的，这个很甜的，水甜的，要出湿气。所以喝酒喝点酒了以后到水里干，所以说是不是？它主要是在田里干活。哎，对对对，因为养殖比多，遇到一个下水的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哎，好，喝点酒干活。喝了几两呢？喝一两酒，就喝一两啊。每天早喝酒。哦，喝了多少年了？喝到20年了。喝了20年了。哎。喝一坛早酒大概花多少钱呢？也有时候15块，有时候10块。啊、哦，有时候10块，有时候15块。对，啊，15块喝早酒还是不错。8点多，都在喝早酒。宋老师多少钱一盘啊？是吧？我随便你吃几个都，一个1块钱。啊，一个1块是吧？对。这6块钱。啊，6块钱好。6块钱过。算了。搞别的还？还有别的什么？啊，这个。切点这个玩意儿，啊，师傅，你们把这个菜，这个叫什么干儿啊？这个叫什么？这是银蹄，都是银蹄，连蹄是吧？脾脏，啊，肉菜内脏，这是个耳朵。好，这个怎么卖的？这个小丁怎么卖的？10块，随便切。随便啊，我切个10块钱的来。切个10块钱的。啊，就一样切一点也可以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都可以。啊，切点耳朵，切点耳朵。2块钱对，啊，对，加上了豌豆酱，这我们加上了豌豆酱，这好了是吧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加点卤水啊？哎，哦，这一碗是多少钱？这一碗？这是5块，15是吧？哎，好嘞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因为4块的还小了，嗯，10块太小了，哎，四块，来，4块大一点，哇，不错，哎，这可以不？好，这牛杂。买小朋友了，因为这个菜比较多了，两个人吃不完的。刚说啊，哎，刚说多少钱的呀？15啊，这10块，10块是吧？这10块，那牛肉是吧？牛杂，这个也是10块钱吧？哎，这玩意儿好吃，嗯，它好吃，这个像猪肝那个吗？对呀，这比猪肝好吃些，是不是？对，真的是这么加上这个下的特产，嗯，天下都没有。啊，搁点豆瓣酱，就搁点豆瓣酱。好的，这是豆瓣酱，这也是自己家里腌的豆瓣酱，不是买的。哦，不错，自己找的。这酒多少钱呢？3块钱一个。3块钱一个是吧？哎，这泡的药酒，自己家泡的药酒。不是粮食酒还是什么酒？粮酒，粮酒是吧？对，正宗粮酒。哦。喝点早酒舒服啊！就一杯吧，就一杯啊！啊，不能搞错，不能搞错，已经上了，点到为止啊！对对对对，喝舒服。我们到这里喝酒，都是老年人，是比较花钱。大叔，你喝这个酒花多少钱呢？我们啊，啊，就是10块钱，10块到15块，哎，叫10块到15块，你吃高档的，就是达到10到15块之间。这真便宜啊，10块钱就可以喝点酒啊！哦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老人家受不了啊！啊，对不对？喝多少年了？喝多少年的？我70岁了。哎
50岁开始到这里来。有20年早有了。你说想喝你自己喝，我不劝你。哎，对，我们自己喝自己。传酒，我看你们是一个人一瓶是吧？不是，哪能会一瓶呢？其实喝这个早酒，家里人都不反对哈，家里人不反对是吧？你们不反对啊？啊，你少喝点嘛。你们帮这就叫文化啊，喝茶也是文化啊啊。我们这个地方都没有喝早酒的习惯，就是以前一直有喝早酒的习惯。对，全国的300都一样。有点喝早酒的习惯，那肯定你说的是最少是100年了。老板早上喝这么点，干活走了，酒一喝走了。像我去喝酒的人，他们也手痒。现在我们说的很有手痒。如果说喝酒乱来，那是不行的。他们喝醉了，搞不清白，那是不行的。珠河有多少家这种早酒店呢？早酒店那多的，你50家都不吃早。我说50家是保守啊。记住是多少钱？35、35、45、55。这6块。2×6=27，27×5=57。57块钱啊！我这么一桌，这么大一桌57，57块钱两个人带酒的啊。我们没点面，要吃面再加。对，57块钱。你们叫我高起来。50几块钱，这个一桌全国也喝不着啊，真的喝不着。对，哎，哎呀，看看这酒啊，先尝一口这个连体啊，10块钱。还有泥鳅，还有鸡蛋，全是荤菜。这种地方就专门为早酒准备的，小碟子小碗啊，一桌，喝点小酒呢，多爽。你家最便宜啊？差不多吧，200多家，珠河有200多家，哎，还早酒的，早酒馆啊，220几家，哎，哎呀，200多家早酒，哎，这是最便宜的一家，哎，我这是最便宜的，嗯，30几年没涨价，30几年没涨价了，哎，良心老板，对啊，快40年了，这老爷多大年纪啊？76了哈，哇，吃的很简单哈。